注意看啊，一箭双雕，哼哼，这样的进球估计你也没见过吧？好，这一幕就是发生在2024年沙特阿拉伯大师赛上，吕浩天对阵傅家俊的比赛上。那么究竟是怎么个情况？那咱们就一起来看球。一个是中国北京的，一个是中国香港的。中国德比战啊，这是双方的第一局，20-22啊，基本在同一起跑线上，现在是防守阶段。傅家俊率先打开这个局面，局面也是非常的开放。第二天连打带防没打进，防守还是不错的，但是也是漏了一个连打带防的。傅家俊打进。大角度黄球打进，这个局面上手。哎呀，我去！大好局面给到吕浩天这边。哎呀，吕浩天。看到没有，他刚才都笑了啊，呵呵，送这么一份大礼。啊，这个局面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可以为粉球。粉球是最好围球的一颗球，它有四个袋口，两边中袋，两边里袋。这角度不对啊，没整好。他比划这个位置，那就是低杆横移库过来。
这边是没有了啊，再看防守，领先23，台面还有51，分数还是足够的。Blue help down 28. Foul, not a miss. 4. 罚个四分。好，让裁判来复位。这边就漏了一个连打带防，就是开头的那一幕，来，不要眨眼睛。没想到啊，呵呵，这样都能行。好，他们还有35啊，还没敲分的。坐立杆。两库接球没接到，这个算是机会，当然也可以让副教练来接，再接两杆接不到的话，那就超分了。哎呀，要是接的那么好的话，估计刚才那一杆就要自己来了。刚才那一杆也是连打带防的。哎呀，我去！很漂亮，谁呀？扎杆是吧？副将军转弯的啊。拐弯的 AAA 母球母球，那也漏球了，打进就敲分。啊，第一局是刘昊天的。6. 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